箴言第31章第24节，他作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神创造整个信仰，我们看见很明显，就是说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无论信仰的每一个的层次，他都用预表去讲出来。我们看见在人类历史当中贯穿全个人类历史，基督教的教导由旧约一路去到新约，去到现在贯穿整个人类历史，我们都见到就是神真是去要在神创造的人类当中去找出信仰最精英的一班人，而事实上甚至他是利用时间去塑造他们的。即换句话说，不是说呢我们所见的偶然就是这里有一粒精金，那里有一粒精金，这里有一粒精金，不是的。原来神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是利用时间最后的一刻去累积晒全人类的历史啊、知识啊、人类的经历啊、见证啊、磨练和智慧的总和呢，去结合了最后辛苦的诞生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启示录里面才清楚形容辛苦去怎样装饰整齐去等候他的丈夫的，是不是？而换句话说，我们看见如果这样看过人类历史当中的六千年里面，神用了四千年的由亚当一路去到主耶稣的时间，跟着用了二千年由主耶稣基督去到世界末日的时间，其实这六千年神都有利用了他时间的累积的。这个也是很多人没有思考到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始终我们人类好像过客，我们活在这个时间流当中，有些人在这个时间流里面十几岁而已，有些人活在这个时间流里面最顶多就一二百岁，是不是？我们都不能够同时拥有这六千年，我们也不能够可以说在任何一个纪元当中称王称霸，是不是？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称王称霸，就算秦始皇你称霸，我当你称霸一百年，但你不能够在整个纪元当中一千年当中称霸的嘛，是不是？所以变成人类其实我们的思维呢，通常在旧时，即是以前来讲呢，就活得一日得一日，就算我们是爷那个时代都是的，是不是？搵食是最重要的，你能够有东西吃，能够过到你一生不饿死不受苦，那已经叫做好了，是不是？所以人类的思想其实一直都很狭窄的，狭窄得很重要的。而事实上我们对我们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简单来讲，所有的变动和所有历史这些的资料呢，都是逆来顺受的。我讲逆来顺受的意思就是，根本我们不会想着那样东西和你有什么关系，甚至我们都不会深思下去。有些人只是因为兴趣，因为有薪水先做考古的工作，或者做很多这些的发掘的工作，或者甚至成为先生，或者成为教授。这个就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以前惯有的现象，但是不是近二十年或者近这十年里面有的现象。近十年大家可能没有好像我这样去一路研究一路理解，全世界已经是将所有有历代的知识啊资料呢，都可以说不单止翻身，并且用另一个思维去思考它。换句话说呢，在近代近这十年二十年才是很明显显身出来的。就算不拉更的人，即是说可能你只是学生，或者甚至你是个扫街，但是你都会对 Giza 金字塔有兴趣，甚至你研究的资料呢，甚至直追教授的。因为为什么？因为网络，因为有 Google， 有 Google Search， 有很多这些的网上的资料图书馆，或者甚至这些的学位给我们可以研究。但是当越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一样很惊讶的事件呢，就是说世上很多不解之谜呢，原来是有目的的。这个我相信大家进入去2009年开始听我们讲2012信息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发现这个奇怪的现象。而事实上我们理解这个奇怪现象，绝对在我们过去的世纪呢是没有人涉猎得到的。因为你能够涉猎当中片面的东西，都讲你要读大学，你还要读最好的大学，并且要读到最高尚的教育体系上面的研究生啊，或者甚至是博士啊，甚至还要去到教授，你才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但现在所谓不为人知的已经是周街你可以上网都看见了，明白吗？所以变成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开始见到一些很特别的东西。我们见到什么特别的东西呢？就是原来世上有很多秘密，但是这些秘密呢，在近代已经开始发现呢，这些秘密第一是有人知道，第二是有一班共同的人呢去建造它的。所以变成最出名就是我们讲到关于这班
共同的人去建造它，就是我们讲阴谋论里面的 Freemason， 因为你根本甩不到任何他们的影子的。即任何在历史上面呢，无论由我们讲的金字塔，后来讲的以色列他们的历史，至到近代历史，至到我们所讲的古文物，至到我们近代所讲的这些的金融的企业啊，石油的帝国啊，这些你根本完全脱不到呢 Freemason 的影子的。这个亦是这些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因为那个既神秘亦可怕亦庞大的程度底下呢，原来全部都是有一脉相承，全部都有意思，全部都有个目的的。就算远自于我们讲的美国他们的首都华盛顿，可以直接完全抄火星上面塞东尼亚的设计而做出整个华盛顿出来，讲的美国首都，是不是？所以变成在我们近代的思维当中，我们已经不是好像上一代那样去过这一代。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既然我们不是好像上一代那样过这一代的时候，创造人类历史的神有没有预计到呢？会不会根本这个亦是神的预备呢，多过去预计，只是要去预备呢？咁当然啦，我哋一讲到关于天马座行动，我哋又讲到关于 Oliphant Tav， 我哋讲到以色列佢呢个牛比同埋香港呢一个嘅舞台，我哋讲到呢两个舞台嘅时候，大家已经肯定咗呢样嘢啦，系咪？但系最有趣嘅就咩呢？最有趣嘅就系呢，原来呢当我哋喺呢套信息嘅时候，撇开外面唔讲啦，即系石安弟兄姊妹就知道啦。当我哋喺呢套信息慢慢去研究嘅时候呢，我哋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原来这个地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偶然，而并且所有这些古文物啊、近代历史啊、政治啊所建立这些 monument 啊，全部都有共同信息的。他们的秘密就是他们的共同信息。箴言第31章第24节，他作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愿敞开我灵感应，让我好心知着道灵，繁星揭示纵剧情千古已定，神力世代计划在晚空灿烂照影，我愿意寻觅上帝星光路程，领受信息要竭力回应，内心宇宙约定星空永恒随伴踪影，千百万世根本往昔，每刻随着我转